只能坐在你这边。对，坐在那边过来一点，给人家一点位置。给我一点机会吧。好，还是想要点豆尾的后啊。豆尾的后啊。你豆尾的后。你上一五七有休息不要紧。别安坐，别安坐，你别安坐啦，成功你。不啦，我意思是讲，伊遐站遮厉害。有影射哦，一五七的影射。哦，你们都没在看新闻、啊，最好的选择。哪有谁让谁看新闻啦、啊？今天花心的人习惯，真的感冒发烧的，是你啊？红哥，我点的，成功也有一点，鼻音很重哎。你看这里要怎么叠啊？我先扶你去房间啦。没有，你家就好了。阿爸，你看这里啊。不是啦，你要怎么了？你要怎么了？你看谁的呀？你要怎么了？你不是要放我吗？你先放我吧。我比你还紧张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没有家里，我有家里哦。你现在是单身。我也是再婚的哎，我要再婚哎。你真的有感冒？有人听我声音。然后，应该是被金钟传染。金家花心的人习惯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可能因为演完这场之后，米米也被我传染。我这个人就是有个死穴，我最不 OK 就是爱情戏。哈哈哈！我看泡影机，没有揪啦，有揪我。听说你很紧张吗？很错啊，我怕对成功不好意思，我可能会倒很多次。我你去房间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你看这里啊！走，你看，哎，要再叠高一点。我扶你去房间。哎，你看这里啊！哇，好痛！对，我有跟他讲说，我对于感情戏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就是很害羞的一个人。怪怪的。来，要亲到哦，真的要亲到。这个是真的啊，亲到要亲到哦。现在碰到的状态，要碰到的状态。对，我们要正式来喽。让我吓笑。不好意思啊。他现在已经昏，他现在已经睡昏去啊，就是亲到了。对。你上半身靠住他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给我先介绍一下。1、2、3、4 ，OK。4、3、2。呜呼！可以哈。那今天有做什么准备吗？两位吻戏的部分，有他就我吃口香糖。他现在还有喷那个口气清新，对，我喷口气。什么口味？没有问对方喜欢什么口味。薄荷，没有，没有。好的，没有这种细致。是碰到而已，没有碰到而已，没有吃的部分，好吧？没有流出来的东西，没有吃的部分，不需要这么那个。之后也许再说，应该是别人先吧。对啊，对啊，搞不好峰哥就先了。对啊。当作我什么都不客气，我未讲出去。我甲成功真正无啥，你莫乱想啦。哎呀，我了解，我拢了解啦。这是了解啥？哎呀，着阮小妹规定不准你带查甫的回去啊。啊，阮这拢是查甫的，无啥物规定。而且阮爸是较好的，互相 cover 啦。所以，请恁继续。是成功破病啊？破病？是啦。
兄弟，莫讲演啊啦，讲演就无成啊啦，吼、哦，好啦，我出去啦，我去房间，也是卖好啊啦，我今日你给我吵着呢吼，出去出去。你等一下，伊真正破病，人倒伫遮，我无法度啦。哎，成功啊，你真正想看卖？哦，烧烫烫嘞，哎、欸，成功啊！你啥乱啦？成功，哎、欸，成功！你莫一直甲伊拍，你先回去房间啦。来，来，成功，谢你。哎，来，哦，谢你，谢你哦。哎、欸，来，多多来，哦，你来这动啦，哎、欸，哎，甲你讲，你脚踏车莫有白停，你。哎，欧巴。